那招什么大蓝黑色？你要不要顺便给其他的看？我们先传过来吧。好，你面对镜头，面对镜头。我好像在跟拍哦。怎么拍啊？啊，下面这个是。然后开始，请戳他的鼻孔。不好处理啊，会这样的上去。先用一个重耐散热点。那可以吗？好像有点不好。再拿一个桌子给，再拿一个椅子给你。不要桌子，不要椅子。我要椅子，赶紧我坐一下，不要我坐一下。你让他坐着好不好？小丁，你们两个小心哦。你没有安慰你。哎，你没事就这样弄。谢谢谢谢。我帮你用就好了。超成熟了。不要紧张。只是戳个鼻孔而已，不要紧张。好漂亮哦！我觉得我们这次真的做得好漂亮哦。什么？那要是你被戳鼻孔了。我们戳眼睛了吗？还没有。你想去喝吗？哇靠，真熟哎，真熟哎。哇靠，很抖哎！你先刚才说什么啊？亚青，你先刚才说什么？很抖哎！没事。都是要用钱的。
剪刀不利。然后反着用吧，就是差不多的意思。好，现在，然后。